今日，我还没总理。今日，请坐。大家同心，大家好。首先，要甲大家恭喜，因为秘书长甲咱总理拢有甲咱交代，咱已经进入咱民政府的头拄啊。秘书长讲恁是毋是长官，就是咱的官大算大官啦吼。这就大家甲恁恭喜啦吼。咱大家有信心无？有。安尼足好，我足欢喜。因为首先啦，咱。通常拢是总理做秘做迄个做助秘书处处啦吼因为我有重大诶代志啊，请伊讲一定爱转来啦，实际上应该叫伊来讲是上好啦吼但是我要甲大家讲诶，就是讲几点，我简单互大家知影。咱十二月二十甲二十四去日本了后，去参加靖国神社迄个靖国神社里，咱去参拜了后，甲咱的国旗啊入去皇宫了后，日本迎光建界。咧大地动啦！安怎讲？我提简单一个例子来予大家做参考。咱自入去皇宫了后伫一月二四。咱这个咱的就是三股那么伊利科这个参议院的叫议员参议员，伊提出讲要来返还这个有关台湾地位的问题，还是返还的问题，来问因的首相，这就是。第一件，过来四月十一这是咱讲第二件，因日本从来战败以后，因拢无什么信心啦。自咱这个论述去到互因讲，哪会遐好啊？所以讲。足感谢咱秘书长甲何瑞元顾问因甲这个论述送去日本以后，因安尼做一个信心慢慢啊才得建立，所以因甲咱战争法甲国际法应用伫因个得到甲有关这个北方四岛的代志。过来，四月十六，这晚美国，我有甲咱讲，甲秘书长讲，日本东京都市的石原慎太郎访问伫华府的时，伊安怎讲？讲伊要来买钓鱼。
钓鱼台诶，钓鱼台诶周边在诶小岛啊，伊要来买啦。啊，这都是啥？因就咪讲钓鱼台啊，咱诶依照咱诶国际法加战争法啊，咱钓鱼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啦，啊，所以伊底下发表丢出这个震撼。过来，咱也得看到讲五月十四啊，热比亚啊，这里就是第四届世界吼，这里。维吾尔族的这个大会啊，第四届世界大会啊，在日本啊举行。啊，中国讲啊抗议啦，哦，中国抗议讲，何因签证入去日本啊？啊，甲尾啊，四个啊四十个众议员出来抗议，甲讲啊。恁干涉日本的内政，这那是从来抵触，这一卡明显。第五摆就是五月晚五月十四，日本首相一个徛到中啦，啊个这里什么人？啊，温家宝，这里伫遮，过来，这里什么人？足明显的啊，日本啊，这里啊，首相啊，伊讲啊，讲安怎？钓鱼台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啦，伊讲因的领土啦，啊，这都证明说，证明什么？那啊，这里，咱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天皇啊就取得这块土地。过于的啊，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伊把咱台湾啊下诏书纳入台湾市是伊个安怎领土。啊，这就是确实是永久啊，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啊，我感觉讲提出五点啊，来甲大家报告。啊，个别甲大家啊，拜托。第一个就是讲，咱话爱拜托协助啊，啊加啊介绍啊。大家来参加授训，啊，咱头拄啊，迄、那个啊，咱讲蔡英雄啦吼，歹势吼，伊甲咱迄阵啊讲，要去救阿扁，要哪救？我迄阵啊想讲，足简单，美国甲咱讲，咱申请身份证啊，达到650万。捐款一定交予咱，安尼这条路是毋是足好行呢？大家若有心要去做啥物，啊，安尼一定足紧就完成。所以讲，迄回讲啊，有机会若讲要去本华遐讲要介绍民政府，我若足欢喜个，讲好。我拿这个企业来去，到时说，欸，大家来参加民政府，来申请身份证，这个方法比什么更加好，对不对啊？所以，我没机会啦，吼，伊阵啊讲，欸，看因那个电台要再去用发钱啊，你看，讲。
几啊工程啊，讲银行去发20万啦。伊迄讲好印度来讲，去讲到寡其他诶代志，讲向发二十。我所以这我是安尼甲大家报告吼，迄快紧啦吼。啊，即卖过来第二点，特别搁拜托少年呢，一定爱叫大家啊，叫因推荐他啊青年来参加咱的授训。安那讲，咱爱有老中青，老的有伊的经验，咱会啊会得。甲一个时阵，一定爱接班，一直顺序接下来，吼、哦！啊，这就是咱还是啊，永续经营。所以讲啊，这两项要特别拜托大家，等起你是一个官员，或是一个将官，以后这条路是足光明的，足啊！达到目的的，必须听话跟咱讲，啊，讲年底啊是明年，一定会安怎有好的结果，安尼大家有欢喜无？啊，感谢大家，啊，感谢啊，我看咱搁请咱总理过来跟咱讲，要有头有5分钟啦吼，啊。感谢咱啊，张会长，甲咱做真精彩的致辞安尼。啊，各位同心，啊，非常甘心，即摆有影咱坐甲满满安尼。我昨仔啊，透早就出门，啊，6点就出门，啊，然后去保利看一个教会，因为台中区讲想要用迄个所在办因即个台中区的联谊会。啊，叫我去甲看迄个地点，甲管理者来讨论，即个要安那来使用迄个所在，感觉足好个所在。啊，然后下晡就去草屯，2点甲5点，伫遐参加因草屯第三届有关即个法律论述方面的演讲会。啊，我感觉足欢喜，对迄个演讲会非常的成功，因为安排是地方的干部。写4、5个讲伊参加民政府了的心得报告，啊，然后合作人讲到咱的台湾民政府的过去、啊现在、甲未来的情形，啊，我原来过做差不多30分钟的报告安尼，整个来讲真紧凑，啊，演讲者的心得分享嘛，拢非常精彩，啊，听众嘛听啊，会使讲如醉如痴啊吼。刚刚听到咱的律师吼，一般的民众唔是咱的会员哦，唔爱来在上过课哦。刚刚讲足兴奋，非常 exciting 啊呢吼，啊所以整个来讲气氛非常好。啊，本来到5点结束，结果延到才5点半呢。哦，啊然后啊下早啊透早，我5点半我就去田里做些工课，啊7点半我就走去这里、個、啊。国姓吼，佮等于佮玻璃附近遐，有关我诶一寡种植，我种水果佮种树仔栽种植方面，去看即块土地，讲希望讲我会当个斗三工来开拓市场来种啥物件。啊，中昼伫遐简单食饭了，我就较紧坐高铁起来。我想讲今仔日咱即高级行政班，我一定爱上少上少爱赶来翕相，爱赶来翕相。啊，所以吼、哦，心肝头挂在遐。啊，所以就较紧，吼、哦，啊，就来参加。啊，因为我唔知道我要来讲啥较好，因为我想来议长，吼、哦，议长已经吼，会使讲伊参加遮济活动了，伊就有实际心得就对啦。应该爱会做一张好好诶，即个伊心得报告，啊，甲大家鼓励一下呢，吼、哦。所以我想我就无赶伫3点以前来啦，吼、哦。啊，所以即使我来啊，我是来关心大家。来，甲大家站出来！咱刚才想着讲吼，咱60几年来，去国民党安尼甲咱凌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人个中间啦。
我讲我这个所在时阵啊，意气昂扬，讲到吼会使讲忘了我是谁啦。各位大家想看卖，我听讲演讲中间啦，一定甲讲讲你哪像当机上人安尼啦。当你讲啊哪像当机上人，你忘了我是谁的时候，你会使讲率性而为，要讲啥就讲啥，连珠炮一直发出来，互听众感觉讲哇，足感动，足甘心。打入他的心坎里，所以咱个悲情喂出来，让咱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悲情，愤怒，对国民党愤怒，对中华民国愤怒，让国民党骗过来五六十档，刷入去国民党骗二三十档，情何以堪？各位同心，咱今日拍到的责任，不是咱家己娘娘，咱是为全体的台湾人民献出时的。很属于活在世间的这些本土台湾人，另外就是为咱后续百年、千年、子子孙孙的幸福，你努力的打拼。所以我昨在讨论讲，咱拢无甲外口无看，一直拢靠咱家己当心观看，家己那边掏腰包出来，咱无爱像民众安到处无看，无爱像乌匪安到处无看。乌匪就是世界台湾台独台湾独立联盟，那么无爱像群策会。台联安尼一直咧无看，然后用一般民众的钱，无要自己掏腰包，靠无看来过日子来做代志，咱完全家己掏腰包。大家看咩新闻路，看咩新闻做，家己起劲，较俭咧，俭两内多，为台湾的自治甲建国来努力。所以各位同心，一定要精神统一起来，坚持咱的意志，坚定咱的意志，支持民政府的所有一切，拢是为台湾。为台湾，不是为个人。目眼光，吼、哦，目光啊，看较远嘞，眼光放远一点，胸襟放开放一点，不要为自己的荷包，不要为自己的名跟利，要为整个台湾的生存、生死存亡来想这个代志。那安尼时阵，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非常澄明，目标非常远大，然后是咧做一件大代志。这件代志呢，完成，每一个人都与有荣焉，安尼好。真感谢大家，谢谢，多谢，谢谢，谢起来，起来，下课。